小 S 2022出道了吗？19日，许绍恩和妈妈小 S 一同出席迪奥唇膏新品发布会，成为小 S 三个女儿中首位公开现身精品时尚活动的新二代。虽然是第一次出席活动，但是许绍恩丝毫不怯场，如今她已经比小 S 都要高，一双大长腿更是显眼，气场十足。母女两人罕见合体公开出席活动，很快成为了话题。小 S 也感到十分自豪，笑称不怕女儿抢走自己的光芒，如果女儿锋芒盖过我，就证明我的基因优秀。在被问到许绍恩被夸奖像大 S 时，小 S 颇有微词，不过也大方承认2022在拍照时希望面前有个镜子能看到自己摆的姿势，这个习惯确实和大 S 一模一样。许绍恩也笑说自己有的地方像妈妈，有的地方像大 S。 未来许绍恩也想和姐姐一样，有机会想尝试演员工作，比如偶像剧里的女生角色，期盼男对手有180，长相帅气。最后许绍恩更是直接加码，最好能像原子少年里的一样，比如地球和水气的陈廷豪和徐宏道。如今许绍恩已经15岁了，再过几年真的可以饰演偶像剧的女主角。如果和原子少年成员真的搭档，想一想还挺般配，你们觉得呢？